故中有你。节目开始前呢，麻烦大家先订阅我的频道，同埋分享赞好我的影片。今日讲咩话题呢？今日呢继续都系讲贪嘅。因为呢喺佛学里面啊，贪呢一个话题呢真係讲极呢都讲唔完嘅。今集呢我哋最主要呢就将佢呢集中喺因贪而失呢一个话题上面啦。我諗可能呢好多人都试过呢因为贪念呢样嘢呢而失去咗某啲嘢。但呢一个贪念呢当然呢唔係淨係贪财嘅。甚至乎贪色啊、贪感情啊、贪物质啊、贪权位啊，都可以呢因贪而失嘅。我举一啲例子啊，点样因贪而失呢？例如喺感情上面先啦。有啲人呢，哇，花花公子咁样啊，同一时间呢，咦，拥有几个女朋友，佢以为自己呢处理得好好喎。阿 A 唔知有阿 B， 阿 B 唔知有阿 C， 阿 C 又唔知道有阿 D， 同时间咧又兼顾几个女朋友，咁啊呢一种咧就是一种贪欲嚟嘅。其实你要咁多个女朋友已经系唔专一啦。好啦，咁纸又永远包唔住火噶嘛，实会有出事嘅一日嘅。咁呢一啲咁样嘅情况咧，其实我谂可能大家喺身边咧都遇过，你哋有朋友可能系咁样个。但系咧到最后尾会导致咩咧？就系话，当呢张纸包唔住火之后，一爆出去咧，佢原本可能同时间有几个女朋友嘅，其中一个系佢一个最中意嘅，谂住同佢结婚嘅。但系当一爆咗呢单嘢出嚟之后咧，就乜嘢嘢都冇晒噶啦。我谂呢啲古仔咧，大家喺生活中、喺朋友之中咧，都听唔少噶啦。嗱，又好似贪色咁样啦。最近呢有一位名人啦，佢又因为呢自己比较贪色啦，俾人哋呢爆咗出嚟喎。佢又因为呢件事呢影响咗佢嘅声誉。咁佢一直以嚟佢嗰个名气呀就维持住佢自己嗰个人气。佢嗰个人气就维持住佢自己呢嗰个经济收入㗎嘛。而家呢一单嘢爆咗出嚟之后呢，咦，睇起上嚟佢几十年嘅功夫一招丧啊。咁除咗贪呢啲之外仲有咩贪啊？嗱，例如呢就係贪恋权位呢。我见过呢有一位朋友啊，即係都几搞笑嘅。佢喺一间公司嗰度呢就做某一个职位啦。佢又觉得呢比佢对上一个级嘅级别嗰个职位呢就非常好做啊。佢千方百计咧，用一啲还手嘅方法咧，就将佢嘅上司整走咗，跟住咧就自己坐咗上去嗰个位置上边。咦？但系现实与理想咧，往往咧都系有冲突同埋矛盾嘅。你睇别人好，人哋睇你好，原来当自己啊坐咗上去嗰个位之后咧，发现咧，第一自己唔系果皮，根本 handle 唔到。第二啊，原来嗰个位置啊，哇，要承受嘅压力啊，系佢完全系估唔到嘅。终于啊，佢坐呢个位一个月唔够，就自己辞职唔捞。如果啊，佢唔系走去贪人哋嘅位置啊，安分守己，继续喺自己嘅位置上边，本身咧佢自己就系好清闲，冇乜嘢做，同埋咧要做嘅嘢亦都难去唔到嘅。安安分分就可以等收工，然之后咧就等出粮，本来就一个唔错嘅工作，就因为自己不自量力啊，走去贪一份自己根本应付唔嚟嘅工作，导致到咧佢原本一份安稳嘅工作咧都冇埋，跟住去出边谂住再揾个第二啲工作嚟做咧，发现咧，佢再揾嘅工作冇一份咧嘅条件比佢原先嗰份好啊！呢一个咧就系因贪而失啦。至于贪财咧，我谂大家都会听过一啲新闻咧，就系有啲人咧去执到一啲财物，或者发现咗一啲财物，佢冇去咧交翻俾一啲物主，或者冇拎去咧报警，以为自己咧可以代代平安，点知道呢？世间上嘅嘢咧，就系咁出奇啦。
你以为冇人知咩？往往原来啊，好多得眼睇住你嘅，就系因为咁样啊，惹来咧一啲官非，连份工都冇埋，咁样啊，你觉得呢啲贪又值唔值得呢？大家小时候啊，都睇好多啊关于贪嘅一啲故事啊，漫画啊，咁我好深嘅印象咧，就有一个讲。好簡單嘅小道理，就係話有一個人伸隻手落去個玻璃鈎嗰度攞曲奇餅喎、哦。咁如果其實佢係逐塊逐塊攞出嚟食咧，佢係可以攞曬成鈎曲奇餅嘅。點知道咧？呢一位小朋友咧就好貪心，佢唔想同其他嘅小朋友分享，佢希望自己一手可以攞曬。佢就伸咗手落去咧，揦住成扎曲奇餅。因为当佢拿实成扎曲奇饼之后啊，佢嘅手啊系大过樽口，根本掹唔到手出嚟。但系佢又唔舍得放手、啊。当你唔舍得放手嘅时间，只手永远都喺个樽口里边。好啦，当其他小朋友嚟到之后，见到佢只手伸咗落樽口里边，拿住咁多曲奇饼，就知道佢想个人咧去毒食晒呢啲曲奇。终于咧，点样？佢唯有放手。同其他小朋友分享啦，不过咧，自此之后咧，好多小朋友咧都已经唔同佢玩啦，因为觉得佢一个自私嘅人啊。同样类似嘅一啲比喻啊，话说有两只老鼠仔啊，就跳咗落去咧一个缸里边，个缸里边咧就有啲食物嘅。咁嗰以呢两只老鼠仔嚟讲嘅身手咧，基本上咧。佢如果食咗部分食物，跟住咧，其实可以咧跳翻上去个缸顶上边咧逃走嘅。咁有两只老鼠仔落咗之后咧，其中一只咧食咗少量部分嘅呢个食物之后咧，跟住就决定走啦，佢就跳翻出去。而另外一只老鼠咧，佢就贪得无厌啦，去落去食下多啲，食下多啲。佢一心谂住咧，要将成缸食物食晒佢为止。终于佢喺度留咗几日，真系将成缸食物食晒哦，到冇得食啦，佢决定走啦。但系咧，佢已经食到自己肥咗好多，根本就跳唔起，就冇办法咧，就跳出呢一个缸。到咧，佢一日一日冇得食之后，跟住身体瘦咗，谂住轻翻啲可以跳到上去啦。但系嗰阵时候咧。佢已经冇晒气力，到最后咧就喺个缸里边咧饿死咗啦。嗱，以上我举呢啲例子咧，全部咧都系一啲叫做因贪而失嘅一啲例子嚟嘅。咁今日咧，当然咧要同大家分享一啲故事啦。首先咧，同大家分享嘅故事咧，就系讲一个贪心嘅乞衣嘅。话说咧，有一个乞衣，系一个非常之唔勤力嘅乞衣哦。原来做乞衣咧，都要讲一讲自己够唔够勤力，先知道咧自己能唔能够乞到钱翻嚟嘅。咁呢个乞衣咧，经常咧都偷懒，眯埋一边瞓觉。而其他佢嘅同伴乞衣咧，就非常之勤力哦，不分昼夜咧，都喺炉口嗰度去乞食。咁呢一个又贪心又唔勤力嘅乞衣，又眼红人哋，又怨自己条命唔好，点解我做乞衣做到咁惨呢？佢其实已经饿到皮黄骨瘦。佢几日都乞唔到一个面包嚟食，冇一餐系能够温饱。喺呢个时候，我心就喺度埋怨命运女神啦。佢话命运女神啊，点解你唔眷恋下我呢？我咁可怜，你俾餐温饱我都唔得。你睇下，我又瘦，我啲衫已经烂晒，又单薄又穿窿。
睇到晒我啲皮肉，我已经咁可怜啦，都冇人肯俾钱我，冇人肯俾一餐饭我食。命运女神啊，你真系唔公平！呢番说话传到去命运女神嘅耳边咯。喺呢个时候，突然间叮一声，命运女神就喺呢个乞衣嘅前面出现咗。佢就问呢个乞衣：，咦，你系咪揾我啊？乞衣第一时间跪喺度，眼泪鼻涕都流埋出嚟，就同女神讲啦。女神啊，求下你啦，我好多日冇开过餐啊，你可唔可以呢帮下我啊？咁女神听到之后就问佢咯，咁你想要啲乜嘢啊？这个乞衣本来就想冲口而出话俾佢听，我想要面包啊，我好肚饿啊。后尾喺佢讲出嚟之前，即刻将自己心里面諗嘅说话揿住唔讲。佢心諗，我咁难得撞到命运女神，有乜理由同佢讲淨係要个面包啊？我攞咗你个面包咪挨得一餐，我梗係要想办法令到自己呢一世都唔使做乞衣啦。佢就同命运女神讲啦，我想要黄金啊，你可唔可以俾黄金我啊？我有咗黄金之后，我以后唔使再乞食，就衣食无忧啦。命运女神就笑笑口同呢个乞衣讲：，哦，你要黄金啊，绝对冇问题。你而家除低你件衫，攞你件衫出嚟接住啦。跟住呢个乞衣二话不说就将自己件衫除咗落嚟。命运女神就望住佢，同佢讲：，嗱，你件衫呢就穿晒窿噶啦，而且非常之单薄。你知啊，黄金有重量啊，啲黄金要跌落你件衫上面先至会系黄金。如果你件衫穿咗，一跌咗落地呢，佢就会变成垃圾嘅啫。个乞衣根本就冇听入耳，得㗎啦，得㗎啦，冇问题，我接得住嘅，我接得住嘅，就叫命运女神呢放啲金落嚟啦。跟住呢，命运女神就叮一声，开始呢啲金慢慢慢慢就跌落去佢件衫上面，一块一块嘅金片就跌落去啦。这个乞衣见到呢啲金片呢，直情开心到目定口呆。到件衫呢开始承托唔住啦，命运女神就再提佢啦，喂，睇嚟你件衫唔够力咯，就快穿㗎啦，你认为够未呀？这个乞衣就话，未够啊，未够啊，呢度未人救我过世啊，我要再要多啲，再要多啲。佢一路望住跌落嚟嘅金片，一路就不停喺度笑，点知道突然间听到砰一声，佢件衫裂开咗，全部金跌晒落地上边。佢再望一望地上边嘅金，佢想即刻执翻去。当佢想执嘅时候，佢发现呢啲金已经变晒砖头、石仔同埋玻璃碎。佢望住呢一堆砖头、石仔、玻璃碎嘅时候，欲哭无泪，想即刻求命运女神俾多次机会佢。喺佢恶哥嘅头时候，命运女神已经唔见咗啦。佢好无奈咁样谂住着翻件衫再去行乞，点知道件衫已经断为两截，佢想着翻件衫都冇得再着。佢因为呢一个贪心，得唔到佢原本可以攞到嘅黄金，仲令佢唯一嘅财物件衫都冇埋。终于打回原形，变为一无所有嘅乞衣。好啦，听完呢一个故事翻嚟之后咧，大家我谂都即系
體會得到啦，呢一個貪心咧，非常之愚蠢添。人嘅貪念咧，有陣時候咧係好容易咧，俾眼前嘅事物咧去令到佢產生咗一個好大嘅變化。咩變化呢？乜嘢叫做知足啦？佢個心原本係想要麵包嘅，後尾覺得機會唔可以錯失，就決定咧就改變要金。當有咗黃金之後咧，佢又嫌少，又想要多啲，多啲再多啲，多啲再多啲，終於咧根本自己承受唔嚟，因為咩咧？因為佢根本就冇咁嘅福分啊嘛，你福薄啊嘛，你福薄，我俾更好嘅福利你都接唔住啦。呢啲黃金就等於福，佢根本就係福薄，佢點樣可以接得到呢啲咁多黃金啊？有得俾佢，佢又唔珍惜。調轉頭啊，冇咗啲黃金都仲好地地啊，佢連件衫都冇賣啊！呢件衫系唯一能够遮盖嘅身体保暖嘅衣物，都冇卖。虽然话就话单薄少少啊，起码都有件衫着下。而家冇埋啦，怪咩啊？怪自己贪心咯。好啦，唔好俾佢停，继续咧讲多一个咧同黄金有关嘅古仔俾大家听。话说咧，有个女人，佢啱啱咧，佢丈夫走咗冇几耐，而本身咧，佢哋全家就系靠佢丈夫嘅工作嚟维持佢哋嘅生活嘅。当佢丈夫走咗之后，佢哋就无依无靠。这个妈妈就带住三个女，就去到啊一个富有人家嗰度做奴隶打工。咁啊！他们的生活过得非常之坎坷，他们每日只是能够换到仅仅够的粮食，是没有任何的工钱可以出得到。但是为了生活，他们四母女硬着头皮都要在这里做奴隶。他死了他的爸爸化身成为了一只鹅。有一日，这只鹅飞到去他们家，在他们四母女面前呢，就跟他说，我是你们死了的父亲了。跟着当然他们四个不信，他就告诉他们，我生前叫做什么名字，跟他们的生活故事是怎样。咁佢四母女听完之后，都相信呢只鹅系自己嘅丈夫同埋自己嘅父亲啦。咁呢只鹅特别之处就系佢金光闪闪嘅。咁啲四母女就问呢只鹅啦：，佢话爸爸，点解你个身会发满金光嘅咧？只鹅就同佢讲：，因为我身上面的羽毛不是普通羽毛，是黄金的羽毛。我本来已经成了一只仙鹅了，因为我不舍得你们四个，因为我知道你们四个做了奴隶，我等你们四个好悲伤，我想来帮你们，是当是我做父亲之前生前照顾得你们不好，令到你们现在受苦的一些回报。跟着这四母女就问她爸爸了，那你怎样回报给我们啊？现在我身上面的羽毛呢就是黄金来的，你们拔少少拿去市场上卖了它，你们应该可以生活无忧的了。跟着呢，他们四母女二话不说呢，就在他身上面拔了五条羽毛出来。
跟住就拎去变卖。发现呢，呢啲羽毛真係黄金嚟㗎，真係换到钱喎。就係咁样呢，佢哋冇再做奴隶，生活呢安稳起嚟啦。咁但係佢哋又諗喎，咦，钱仅有洗晒嘅一日㗎。如果我哋洗晒呢啲钱之后点算好啊？唔通我哋又要返返去做奴隶呀？跟住呢隻仙鹅就同佢哋讲啦，放心啦，我会定期每隔十日八日就会嚟一次，俾你哋掹一次羽毛，持续咁样落去，一定呢可以维持到你哋嘅生活嘅。咁佢哋听到之后呢就安乐晒啦。如是者，呢隻仙鹅呢绝对冇违反佢嘅承诺，真係呢每隔十日八日呢就会呢嚟一次俾佢哋掹羽毛。咁有一次佢哋三个女儿就同妈妈讲啦，喂，话就话呢隻仙鹅係我哋父亲啫，但係讲起钱上嚟，亲人都未必信得过，何况佢已经唔係人啦，佢係一隻畜生，一阵间如果佢真係有一日唔讲口齿，唔返嚟俾我哋掹羽毛，我哋迟早都坐食山崩啦。跟住妈妈话：又系哦，咁样用咩方法呢？不如咁啦，下次佢一嚟到，我哋夹手夹脚捉住佢，将佢身上面所有羽毛掹走晒先，跟住拎去变卖，一次过可以攞多啲钱。然之后我哋搵个笼困住佢，等佢羽毛再生翻出嚟嘅时间，我哋再掹过去卖。咁样我哋就可以保证我哋一世衣食无忧。佢妈妈听到之后非常之同意哦，觉得哈阿女你真系聪明，你讲得啱。咁有一晚仙鹅翻到嚟，佢哋四母女就按照原定嘅计划，夹手夹脚将佢身上面嘅羽毛掹走晒，同埋困住佢。冇错，的而且确，佢因为咁样咧，变卖咗好多现金翻嚟。但系咧，佢等咗好耐咧，都未曾见啊！呢一隻仙鹅咧啲羽毛再长翻出嚟，等下一日，等下一日，终于咧发现啲羽毛再翻出嚟。其实当时候啲四母女拥有嘅财富已经系多到不得了噶啦，根本就唔需要再去掹。不过佢哋嘅贪念掩盖咗佢哋嘅理智，日日就喺个笼边期待金羽毛再长出嚟，再赚多啲。但系今次咧，令到佢哋咧非常之失望啊！因为今次长出嚟嘅羽毛系白雪雪嘅真正嘅鹅毛啊，唔系金羽毛啦。佢哋见到长出嚟嘅羽毛竟然唔再系黄金。在这个时候恼羞成怒，将这只鹅杀了，跟着烧了来吃，以泄他们心头之愤。但是大家记不记得刚才我讲过，这只鹅是他们爸爸转世的化身来的嘛？他们这个行为就激怒了这个天神，天神就觉得蛤，你哋竟然咁残忍，将爸爸嘅羽毛掹晒落嚟，困住佢都不得止，仲要烧埋佢嚟食，太过过分啦！跟住佢哋四母女死咗之后，全部落晒去呢个阿鼻地狱，受地狱之苦。好啦，呢个故事呢，听落去咧，比头先黑衣个故事咧更加凄惨，因为咧嗰个黑衣都系一无所有，连件衫烂埋，继续行黑啫。但系啲四母女因为贪心，终于搞到咧要落去地狱里边受苦。咁可以话俾大家听，贪心嘅果报啊，系有几大，
几重。有阵时我哋贪，唔系话贪多贪少。有啲人觉得我贪少少冇问题，其实唔系嘅。你无论你贪多贪少，一路会记录喺你嘅人生事件簿上边，迟早有一日同你计数埋单。贪少嘅，可能个果报冇咁重，但系仍然一样会有。喺呢度又同大家讲一讲啊，嗱，有一件事件咧，就系话有一个女人，一个贪得无厌嘅女人，佢每一日出去买餸咧，佢都计得咧非常之尽。佢唔系计点样悭钱啊，佢计点样可以攞到商户嘅着数啊，点样可以揾到佢哋笨，攞到佢哋便宜，用最少嘅钱换到最多嘅嘢翻嚟，甚至乎咧系屈啲商户，希望唔使俾钱。例如咧话佢啲嘢唔靓啊，话佢啲嘢坏咗啊，要去换过嚟啊，要去俾多啲啊，诸如此类。哇，佢简直咧喺呢方面系一个天才。佢用唔同嘅手法、唔同嘅方法贪埋贪埋唔少。咁有一次咧，去买猪肉啊，佢见到咧呢、这个肉档嗰、那个老板咧眼力咧好似麻麻咁样哦，因为佢留意咗好耐。通常咧啲人叫佢切边嚿肉咧，佢一系攞错咗，一系切多咗，一系切少咗，永远咧都切唔啱嘅。佢觉得咦呢一个咧系落手嘅好对象啦。咁佢决定咧就行埋去呢个肉档嗰度咧，就买呢个猪肉。咁佢咧就问呢个肉档嘅老板啊，就话：喂，呢一条肉我由呢度去到呢一度几钱啊？跟住呢个老板咧就答佢：啊，20蚊啦咁样。佢就好啦，咁样啊，你就切俾我啦。到呢个老板拎起把刀想切条肉嘅时候咧，佢就话：唔系啊啦，你眼力真系唔好啊，系呢度至呢度啊，唔系嗰个位切落去啊，你切呢度啦咁样啊。跟住嗰个老板再递高啲，再切落去时间，佢头先都唔系讲呢一度，系呢一度啊咁样哦。佢搵只手指再指落去。咁喺呢个时候咧，因为老板根本视力就麻麻，一来就信佢，二来啊就谂住嗱嗱声切咗落嚟就算数啦。咁当佢一切嘅时间，因为呢个女人咧，佢再指高啲，想再贪多啲时间咧，呢把刀就斩咗落去佢只手指嗰度。佢手指咧，当其时咧就戒咗一条大痕，流血不止。跟住咧，嗰只手指就乱咗四五针。嗱，呢一件事咧就因为呢个女人贪心，希望咧虾呢个老板视力唔好，想呃多啲肉，俾少啲钱。终于得不偿失，肉就买唔成啦，搞到自己嘅手指差啲冇埋。咁呢啲咧系咪贪心嘅果报呢？大家听完今集之后呢，可能会俾到好多信息大家㗎啦。贪心呢，其实呢到最后尾都系贪字得个贫。下一集再同大家讨论其他嘅话题。故中有你。系咪仲想睇多啲我嘅影片呢？以下系我煲哥推荐俾大家嘅精彩影片。如果未曾订阅我煲频满座的朋友，记得按一按我订阅掣，同埋按埋隔离个钟仔啊！